我是 everybody， 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终于20000订阅了，超爽啊！超爽哇！这一路从10000到20000，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。对，真的是非常辛苦，做频道真的是一个字累，就是累，亏，只有亏。这真的是 YouTube 真的没那么好赚钱，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哇 ，YouTuber 都什么月入百万，想太多。对，没那么简单。然后反正我们初衷也就是要推广高尔夫这项运动，让大家看到，然后让更多人喜欢高尔夫这样。然后就是谢谢这一路来支持我们的粉丝球友。然后呢，我们决定在20000订阅的时候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出一件衣服，属于我们自己的20000订阅纪念衫这样子。那如果有喜欢的球友，你也可以加入我们，因为我们决定采预购的方式。那你可以私讯我们的 FB 或者是 Instagram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会统计，我们以2周的时间，2周统计。那之后只要超过，我们就没有了。2周的时间内把握，我们之后也不会再出，也不会留库存。所以喜欢的球友赶快私讯我们。那就算最后很不幸的只有我和勋哥两位，我们还是会做这件衣服，因为我们决定就是一个纪念嘛。然后呢，刚好我们在之后的 PK 系列也都可以穿，或者是平常拍片也可以穿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制服的概念。对，然后它其实蛮舒服的、啊。我今天下去打球，穿了它18洞，到现在其实不会黏，然后蛮透气，因为今天天气很热，30几度，然后穿完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，但它的材质是比较挺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像日常你如果在办公室啊什么的也都可以穿，在冷气房的时候不会觉得冷。对，所以喜欢的球赶快加入我们的预购，官方 LINE 听懂？对，没错，官方 LINE 可以，所以就是 FB IG 官方 LINE。 YouTube 的话不行，因为 YouTube 的话我找不到你的人。然后价钱的部分呢，一件是1680，两件我们就有折扣哦，两件就是3000块，那这都是含运的价格，所以赶快找你的球友一起订购吧，一起加入集资啊，集资团购，一起加入 Kevin Golf 这个兄弟兄弟会吧。对啊，我们是一个兄弟会，只要在球场我们都看到，穿这个认证，嘎滴耶啦，弄嘎滴狼。对了，刚刚忘记跟各位提到尺寸的部分，我们的尺寸呢可以参考 Jail 的版型，我们差不多，所以大家可以去试穿看看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自己也有的话，大概就知道穿什么size。那像你是穿什么？你身高？我这个吗？我看一下，我好像是 XL 的，我记得我是穿 XL。L， 你是 L， 我 L，、对吧？对，你 L， 你 L， 我 L， 对吧？对，你 L， 没错。你身高几公分？我目前大概184点多，我们穿185，185，无条件敬畏，185，然后体重现在77。185 77，然后呢？不用，185 77就是这样，185 77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所以大概是185 77，大家可以参考看。目前的模特身材是185 77，然后呢，大家穿起来的感觉是像这样。对 ，L 的，对，185 77。没错，我顺便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拉出来的话，大概长度会到那边，因为有些衣服它其实会做蛮长、哦，但是它的我觉得长度蛮高，就是这样。你今天如果是上班，去上班穿，然后你不扎衣服，我觉得这长度也是 OK 的，不会有过长的问题，所以是蛮贴的。185 77穿 L， 没错。好 ，OK， 一起加入我们的亚弟。OK， 这支影片就这支影片就这样，没有任何的教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去买衣服。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下期见。